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影片《进击的巨人》。《进击的巨人》是由日本东宝电影公司于2015年8月1日推出的漫画改编电影。该片根据简山创的同名漫画改编，是电影版的前篇，由通口真嗣执导，三浦春马、长谷川博己、水原希子等人主演。影片以原著故事为基础，加入一些原创内容，描写巨人的世界，还有与之对抗的年轻人们。不知曾几何时，世界各地出现了专门捕杀人类的巨人，可怕天敌的出现最终导致人类的文明衰落与倒退。为了阻止巨人无休止的捕猎，人类筑起三座高墙将自己保护起来。如是过去了100年的时光，少年艾伦厌倦了被囚禁起来的日子。某天，他怂恿伙伴三笠、阿克曼和阿明、阿诺德试图翻出围墙，谁知却见证了超大型巨人打破围墙以及无数巨人疯狂涌入的可怕一幕。霎时间，宁静祥和的城市变成了巨人的狩猎场，艾伦等人目击了永生难忘的血腥一幕。2年后，艾伦和阿明加入调查兵团，并且即将随同战友出发修补外墙，夺回沦陷的土地。这注定是一次凶险非常的旅程。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喜欢请关注加转发，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哦。